怎样？我现在很生气。怎样啊？没有，就是那个洋菜跟夏生他们两个在干嘛？我现在很生气。气死人！气死人！哎！他为什么忘不掉那一个？为什么忘不掉那老师？那老师长那么丑啊！很少老师像我这么帅。不是。那老师就是不是我的菜，然后他还那么喜欢他，就是解救他被排挤的那段时间，可是啊不能接受，快！他跟妹妹进来，还被姐姐看到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哦呦，他明明就喜欢那老师的，这男的真的很想揍他，烂东西。他真的很烂哎，他就没有喜欢人家，然后一直跟人家做一些动作，在做什么？